据说这边有一间餐厅非常的嚣张啊，没想到在南京东路二段上，竟然有店家意图挑战澎湖海南鹅的味蕾。这一盘什么意思？这高也太离谱了吧？这什么螃蟹啊？ 我真没见过黄金蟹，老板，那你这螃蟹怎么卖？我们这个是50只做一组，平均一只是36块。50只一组，一只36块，这样满满一池的蟹膏，再送你一只螃蟹肉，36块。好爽，那蟹膏还帮你挑好了，是新鲜的，这都是好吃的。